話你頭先話誒啲領匯嗰啲名叫做廣場咧，咁但係嗰啲係咪並不是有一個大空間？唔一定有大空間嘅，即係立個名嘅啫喎。係啊，同埋好多房署或者領匯嘅商場其實都唔係一啲商場嚟嘅，你行過一啲係一連串嘅街鋪嘅 open， 即係佢嘅名字叫商場，其實佢唔係真係一個商場。即係如果你睇翻頭先商場發展，係一個內向型嘅，即係外界隔絕嘅空間。咁講翻香港，咁而家翻嚟講香港商場嘅發展啦。咁香港第一所大型嘅商場咧，就係1960年代。在尖沙咀開幕的海運中心，現在跟其他旁邊的建築物合併了建造了海運城。那海運大廈之前是一個船澳和貨倉，如果看回地圖就知道了。是的，那看回50、60年代的地圖就看到當時九龍鐵路的總九龍總站仲係尖沙咀啦，咁圖片睇到佢係一個九龍分廠，佢之後變咗做佢顧客群主要係外地人士嘅一個購物嘅商場，因為佢係鄰近一個碼頭，同埋佢係鄰近所有交通總會，即係啲遊客乘坐遊輪到香港之後，佢就好方便咁去到香港唔同嘅地方啦。咁睇地圖其實可以睇到好多資料，因為地圖係繪圖者根據當時嘅情況認為邊啲嘢係重要嘅。咁尖沙咀嗰陣時有咩重要嘅消費空間咧？咁邊度寫住重慶市場？咁即係代表，即係以繪圖者嘅角度嚟講咧，重慶市場呢個地方係當時係非常之重要。咁有啲海港城近時的照片，不知道大家細個或者近時有沒有去過海港城，其實它近時是有些運輸帶入面的，叫英文叫 Travel Lake， 這些運輸帶在後面拆了。這個圖片大家除了看到有運輸帶之外，還可以看到什麼呢？就是近時的消費空間，即近時的商場其實是比較昏暗，即它用的材料是比較偏暗，沒有現在咁光猛，即係而家如果個商場翻新咗之後，佢一定係白色或者一個比較光明嘅色調，同埋佢啲燈光係唔會偏黃同埋唔會咁暗嘅。咁喺呢張相嘅下邊咧，就會睇到海港城初設計嘅概念圖同埋一啲舊嘅照片。咁海港城係喺個碼頭側邊嘅，咁其實佢喺設計上都係回應或者模仿了呢個航海的活動。咁去過海港城嘅都知道，如果你行到側邊商場嘅邊緣嗰度推出去，其實係有一個空間係望到個海嘅。咁嗰個位置就叫招手廊，就係近時俾人目送啲人坐輪船離開或者歡迎佢嚟嘅一個空間。咁所以其實海港城在設計上面都有模仿過一隻船隻，即係佢有模仿過出邊嘅走廊啊，同埋其他平面圖上面睇咧，佢都係類似一隻遊輪嘅部分。咁呢度有80年代嘅一張購物嘅展覽，咁睇呢啲可以睇到啲乜嘢咧？就係睇到當時有咩鋪頭，咁你就可以估到當時嘅主要的消費群或者啲人去海港城究竟去買啲乜嘢？咁喺個從啲照片都可以推測到，近時都有不少嘅外地嘅遊客係會嚟到呢度買。咁講翻個商場同埋城市景觀嘅關係，即商場雖然係一個內向型嘅一個建築嘅空間，但係其實佢都會影響嗰個城市嘅景觀嘅。咁好久之前啲冇咁多名店或者個鋪頭冇咁大嗰陣時咧，其實佢個同個街即係嗰啲商鋪嘅立面同個街景嘅關係係冇咁強烈嘅。咁之後好多名店
進駐咗之後，佢哋可以控制到一個城市嘅景觀。咁呢一樣我都幾有趣，即係嗰啲商鋪除咗有更大嘅話語權係租邊個位或者改動入邊嘅空間之外咧，其實佢係可以改動呢個商場嘅外觀嘅。咁尖沙咀除咗有海港城之外咧，有都係新世界中心嘅。咁新世界中心喺近呢十幾年其實係都比較冷清嘅。咁究竟近時係咪咧？咁其實睇翻佢嘅資料咧，佢喺八十年代係全香港最大嘅一個商場。咁佢宣傳入邊咧就講，佢入邊有間中菜廳喺當時全世界係最大嘅中菜廳。即係佢近時其實都非常之威水嘅。咁佢入邊曾經有一間好出名嘅日式百貨公司係東德百貨公司啦。咁依家係 Anchor Store 嚟，即係主力店。之前都講過，即係商場會有唔同嘅主力店嚟吸引啲人去嗰度消費。咁其實新世界中心其實都翻新過嘅。咁佢翻新都要留意一啲時間，佢係想企一個 modern。即係摩登嘅一個感覺。咁何為摩登咧？咁你對比翻佢呢個翻新完之後，同佢之前，即係佢所謂嘅摩登就係、是、多猛烈啦。即係頭先講過，近時嘅商場係比較昏暗，同埋啲燈啲物料係比較暗雅嘅。咁佢翻新完之後就比較光鮮咗啦。咁呢個就係佢認為係一個摩登啲嘅外觀。咁我哋睇到佢下面其實向街嗰邊咧，佢都係令到佢更加光鮮同埋更加吸引，即係冇近時咁暗雅嘅。好啦，咁頭先都開始講過現代同後現代呢兩樣嘢。咁究竟喺香港呢個城市，最成功或者最大型由現代到後現代嘅例子係咩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參考一下太古城呢個發展嘅。咁太古城其實同海運中心或者海港城都有啲類似嘅地方，就係佢近時係停泊船或者佢係修理船嘅地方啦。咁海運中心係停泊輪船或者一貨倉嚟啦，其實都係同船運係有關係嘅。咁睇翻太古地產之前有個展覽嘅資料咧，佢太古城之前其實是一個企業城，即是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工廠連埋曬很多住宅喺度嘅，係一個很完善的區域。而它特別的地方，它跟新市鎮不同咧，就是它一個私人主導的私人發展的一個工業城，即係同新市鎮觀塘有工業區有住宅是政府主導的，咁它是一個私人主導的一個發展的城市。咁佢叫 company town， 叫企業城。咁太古城我喺二十世紀初就啟用啦，側邊係有其他嘅資料。咁近時頭先講個交通都好重要嘅。咁當時去筲箕灣嘅電車咧，其實係一條線雙程行車，所以班次係非常之疏落。即係嗰陣時去呢笪地方其實係好唔方便嘅。咁佢喺度咁嘅地方度整一個工業城或者一個工業區。咁為咗增加佢嘅效率，或者令到啲人有一個居住嘅空間咧，咁佢就喺嗰度除咗起工業，就起咗好多員工嘅宿舍喺度。咁除咗員工嘅宿舍，其實都有其他設施，即係例如員工嘅俱樂部啦、運動場、戲院、酒樓，其實係一個非常之自給自足嘅社區。你睇翻政府發展新市鎮，其實佢其中一個理念都係佢想成為興建一個自給自足嘅一個社區。不過佢就係一個私人發展嘅所謂 company town 企業城，咁政府嗰啲就係公營發展嘅。咁睇地圖可以睇到，當時1968年嗰陣時，太古船路同佢嘅企業城佢側邊嘅城市嘅關係。西灣河係東面啦，咁嗰陣時太古糖廠仲未建業。咁呢一樣嘢同個地圖或者同個歷史可以睇到，當時都係著重工業，即係 production base， 即係同 production 呢樣嘢有關嘅。
咁你見到杏花村係填海填出嚟㗎。咁太古坊喺1968年仲未，當然係未落成啦。太古糖電糖廠咧喺1990年代喺度太古坊。咁呢一樣嘢顯示咗咩咧？就睇多張圖片先。咁喺60年代尾，太古企業同埋鄰近嘅設施，頭先講過佢係一個企業城。咁、那個企業城有啲咩咧？頭先都提到有俱樂部啦、學校、員工宿舍，即係佢除咗有俾人住，佢都照顧埋佢啲仔女喺度讀書，有漢文學校同埋有英雄嘅學校嘅。咁呢個係一張高空嘅圖片咧，顯示咗佢辦公大樓、宿舍同埋佢嘅福利院、戲院啊。前面係船屋。咁70年代就開始發展呢個太古城，咁象徵住咩咧？我覺得就象徵佢由現代去到後現代，因為頭先提過如果佢係一個船或者一個工業城，佢係一個生產主導或者依個工業規劃理念嚟諗嘅一個社區。咁到咗後期，香港發展到某個程度，即係資本累積到某個程度之後咧，佢就轉變咗，即係佢因應呢個世界潮流同埋呢個香港轉變咗發展房地產同埋發展辦公室，即係太古糖廠變咗個辦公室，同埋佢啲船舶變咗一個太古城。其實呢樣嘢係象徵住佢由現代進入到後現代呢一樣嘢。其實係後工業啫。其實都現代後現代或者工業後工業，其實即係冇啊。我覺得就冇一個線性嘅關係，即係佢係強調唔同嘅嘢咯。即係我覺得係用後工業或者後現代嚟形容都係可以嘅。不過後工業形容係後工業或者industrial post-modernism 都有重疊嘅地方，不過佢係著眼點，即係著重嘅地方係即係 post-modern post-modernism 或者 post-industrial 係有啲重疊嘅地方嘅。咁好難一概而論話，即係呢個就係後工業而唔係後複雜主義，或者係後複雜主義而唔係後現代。咁太古城嘅照片，呢、這個電機城而家喺太古城中心都仍然會，即係出邊都仍然揾到。咁呢個有兩張照片啦。咁睇到太嗰陣時係分階段興建嘅，呢個太古城中心一期，咁側邊全部都係住宅，咁佢擺咗嘅位置都係中間度，咁佢係起咗一個連係呢個社區嘅一個作用，即係佢用一個消費嘅功能嚟連係咗呢個太古城呢個社區。你睇佢空間佈局上面可以咁睇，咁呢個興建中嘅太古城中心就係。入邊有啲當時入邊鋪頭嘅相啊，你見到入邊嗰陣時有 IKEA， 有通利、百佳同埋有 Fortress， 都係大型所見。百佳係啦，其他IKEA 係。咁呢一張係我整嘅手邊透視圖啦。咁睇呢張圖。睇到中間呢個係流經場啊，同埋會睇到佢每層之間嘅關係，會睇到佢嘅材料。咁我可能有啲人都知道我寫咗本書，咁我諗住揀啲商場整呢個剖面圖。咁點解呢個剖面透視圖係重要呢？就因為佢睇到呢個商場空間佈局同埋佢商鋪嘅位置，同埋佢嘅材料嘅應用。即係好清晰咁會顯示咗呢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非常之重要。但係呢一樣係非常之花時間嘅。咁除咗商鋪同埋個樓面喺上面，個巴士站其實都喺後邊下邊嘅。咁佢係一個公共設施同埋一個消費場所嘅結合。咁太古城中心都翻新好多次。翻新咗之後，其實而家係比近時。風度大咗啦，同埋簡單咗嘅。
咁呢個都係佢翻新嘅理念嚟嘅，佢就係想簡化呢個通道啦，改善標示同埋用一啲佢叫更加閒適嘅裝置，咁令到啲人嘅專注力放喺個商品上面。咁太古城中心即係其實邊有意義？咁依期近時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係鋼管嘅裝置放喺中央嘅，咁後來拆咗。咁頭先講過，即係商場係一個同外界隔絕同一個內向型嘅比較密閉嘅空間，佢可以喺入邊創造唔同嘅氣氛同埋唔同嘅情調嚟鼓勵呢個消費或者有其他嘅目的啦。咁呢張圖都顯示，即係如果佢同外界有一定程度隔絕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喺入邊創造出唔同嘅情調，即係其實同主題公園嘗試喺一個空間之內創造一個夢幻嘅樂園，有少少類似，都係一個confined嘅 space 入邊營造一種所謂夢想或者理想中嘅一個創造。咁頭先有觀眾就提到後工業啦，其實佢都係即係佢係同後工業嘅論述係有呼應嘅。咁佢係 decline on manufacturing， 即係頭先講過，佢喺工廠係變咗做一啲物業、住宅物業同埋購物商場。咁同埋佢係著重咗一個 consumption 嘅消費啦，同埋一個 leisure 休閒。咁上面嗰個提到係工業市，即係 industrial city 工業嘅城市咧，係都係著重 production， 即係著重生產，而佢會喺側邊嘅地方提供 social welfare， 即係社會嘅設施同埋housing 住宅嘅地方。其實呢樣嘢就正正顯示咗，即係太古城發展係同呢個世界或者香港嘅經濟嘅趨勢其實非常之吻合。咁我覺得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佢成功嘅一個原因，因為佢捕捉到呢個世界或者香港經濟發展嘅潛力。咁跟住就係沙田，沙田同頭先講即係海港城同埋太古城中心唔同嘅咧，就係沙田係一個新市鎮，即係佢係隱匿於社區。佢雖然唔係好似美國成市郊要揸車或者要距離市區好遠，但係其實佢對於香港呢個城市嚟講，都係比較遙遠嘅。咁新城市廣場喺1984年嘅1月尾開幕啦。咁嗰陣時其實新鴻基發展嗰陣時，佢有啲報道都提到，其實佢發展呢個商場嗰陣時，佢都預計唔到佢成功，因為嗰陣時冇人喺新市鎮試過興建咁大型嘅商場。咁佢嗰陣時用咩嚟吸引增加佢吸引力咧？就係佢去咗日本度邀請唔同嘅百貨公司嚟進駐，成為一個 anchor store， 即係主力店。咁佢講到即係佢拜會過好多嘅商人，最後就只係800伴嘅公司嘅主席肯回覆佢。咁最後800伴喺度開咗，講百貨公司同商場都非常之成功。而最後800伴更加將佢總部搬埋香港。咁如果你睇翻800伴近時嘅分店咧，佢大部分佢所有分店都係新界，佢同傳統以前嘅百貨公司開市區，即係開喺港島或者九龍嘅唔同，就係佢係主攻新市鎮嘅消費。咁呢一樣嘢係都非常重要，因為近佢開咁大型嘅百貨公司喺新界，而其實八百伴喺好多住喺新界嘅人嘅生活中都係扮演咗個非常重要嘅作用，因為近時新界嘅設施係冇比較少，同埋交通冇咁方便嘅。咁有一個咁大型嘅百貨公司喺度咧，其實提供咗娛樂消費同埋有其他社會嘅作用。咁呢個係1984年沙田新田廣場落成之前嘅一個張相片啦，咁呢都係，咁頭先提到
很多近時嘅商場都嘗試喺室內營造一個室內嘅類似廣場嘅效嘅地方。咁呢個噴水池非常之出名啦，而家搬咗去天台花園上面。咁如果你留意，其實呢個沙田新城市一個噴水池，同旺角新世紀，即係以前新世紀嘅噴水池，同埋荃灣廣場入邊嘅噴水池係非常之相似嘅。咁因為咧，佢係同一間公司興建嘅，因為我睇到啲廣告係佢係賣過唔同，即係佢嘅 portfolio 係入邊有呢幾個商場嘅噴水池，所以就咁類似，因為同一間公司興建。咁呢個係個城市開幕嗰陣時嘅。咁呢個係下邊嘅咧，係沙田新城廣場嘅平面圖。其實佢係佢下邊係巴士站啦，咁連接住呢、這個火車站、九廣鐵路嘅車站。咁其實呢個發展嘅模式都係香港而家都係用緊，就係、是、個基建，佢個商場係連住啲基建，即係佢如果要確保一個商場嘅成功咧，佢係要連住一啲重要嘅公共嘅交通總會。咁另一樣特別嘅咧，就係佢係一個向環發展嘅商場，雖然佢係九層樓咁高，但係佢其實佢總之嚟講係向環發展嘅，所以你行嗰陣時咧就唔使成日上上落落，咁係比較舒服嘅，即係你唔使行兩步先有隻手在第要走去第二層嗰度。咁同埋佢係順應住嗰個環境嚟興建，好似一層一層咁上。咁最東面就係大圓頭啦。咁沙田新城廣場翻新過喎。咁翻新過可以睇到咩？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睇大型或者一個好重要嘅翻新咧，其實可以睇到，即係反映到個社會究竟有乜轉變，同埋即係佢想達到啲咩目的。咁佢喺2003年、2004年嗰陣時係有一個大型嘅翻新。咁嗰年發生咩事咧？咁就係沙士同埋自由行，即係你睇個商場嘅翻幾時變化，其實都睇到，即係都反映到嗰個社會嘅重要嘅改變。咁佢翻新咗之後咧，就包括將個噴水池移到室外啦，即係天台嗰度啦，加設咗啲扶手電梯啦，即係中庭嗰個成冇咁多扶手電梯。咁而家有條打橫跟住向上嘅扶手電梯。咁佢話將個噴水池搬去室外嘅原因就係令到佢空間感更大啦，同埋氣氛更輕快明朗，由人購物消行更加寫意。咁我諗即係冇咁逼，即係冇咁逼咯。即係如果有噴水池喺度就非常之擠迫。咁跟住咧就係台灣嘅時候，頭先講商場嘅發展歷史咧，講過即係美國。後期商場發展佢嘅方向係越來越大，有個 mega mall 入邊有個遊場嘅。咁但係香港就因為佢冇咁大嘅地方同埋其他原因咧，佢係唔係打橫發展，佢係垂直發展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香港會產生喺好高樓層會有好多店鋪，同埋會有 The One 呢個商場，即係垂直發展呢個商場嘅出現。即係佢冇得向橫發展，咁就變咗要向直。咁而喺呢個向直發展，而又要確保到啲人上到去咁高咧，咁就有好多唔同嘅策略出嚟。咁台灣銅鑼灣時代廣場係1994年嗰陣時開幕啦，近時咧就係一個電車廠嚟嘅。咁而家電車廠嘅位置變咗一個廣場真嘅廣場，有一半是公共，有一半是私人擁有的。咁同埋近時係有啲小販喺度咯。咁呢一樣反映到，如果其實個商場其實雖然佢係一個內向型嘅一個空間，其實佢都會影響到側邊。咁例如個商場落成咗之後，側邊嘅物業嘅價格會提升啦。咁會gentrify 嗰個區域，即係令到佢有多少程度嘅自生化嘅。咁呢一張係佢開幕初期嘅相啦，會見到佢喺顯著嘅地方度用咗指示牌，話呢一層係買衫嘅，呢一層係輕便裝
咁而家佢之前翻新咗之後咧，中庭加咗個電梯。其實你睇到好多商場嘅翻新，佢都係翻咗之後係更加想引導啲人去更高嘅樓層，所以佢就喺中庭度擺咗啲電梯。呢個其中一個。咁呢張係一張舊年圖，係顯示咗佢商鋪嘅樓層係去到非常之高啦。咁喺近時，即係早期商場有一個策略，點樣吸引啲人上去咧？就係佢將啲設施或者啲食嘢嘅地方就擺咗在上面。即係例如佢將如果將戲院同埋food court 擺咗喺比較高嘅樓層咧，咁就可以吸引到啲人上去。咁佢上去途中就會經過曬啲商鋪。呢個係早期或者以前商場規劃嘅一個嘅策略，即係引導咗啲人上去之後，咁佢就會經過啲商鋪。咁佢落嚟嗰陣時候會經過啲商鋪，咁就增加咗佢人流。所以你見到銅鑼灣近時嘅 food court 係擺咗喺上面。而家即係近時嘅戲院都擺喺下面啦，咁而家其實戲院其實都係擺翻喺上面嗰度。咁呢個商場除了一個垂直的商場，即係當時非常之在市區入邊發展的垂直的商場係好特呢樣嘢好特別之外咧，佢仲有一樣特別的地方就係佢喺一個轉彎的 escalator， 即係扶手電梯。咁其實呢個扶手電梯係首次喺香港出現嘅一個扶手電梯。佢興建嗰陣時候，佢要派啲技術人員去日本嗰度做受訓，先可以安裝到呢個電梯。咁呢個電梯佢造價係一般電梯嘅，即係佢為咗營造呢個體驗，即係向彎嘅轉彎嘅體驗，佢哋用咗好多金錢同時間擺落。咁時代廣場其中一樣啲人會討論嘅就係公共空間同埋私人用途嘅爭論啦。咁點解會有呢個爭論呢？就係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商場你睇翻佢，其實係一個私人嘅物業。雖然佢係一個私人嘅物業，但係佢係對外開放，即係有一個公眾嘅用途。咁就會有好多機會有公眾同埋私人擁有嘅一個衝突，即係公私營之間嘅衝突。咁商場係一個私人擁有嘅一個地方，但係佢又要開放俾公眾嘅。咁其實用意人都覺得嗰個係公眾地方，其實佢哋未必一定會意識到嗰個係即係商場其實有好多規矩，即係同你去政府嘅公園一樣，即係政府係官僚嘅原因而令到佢有好多規矩，即係唔俾踩滑板，唔俾踩單車，或者唔俾做好多嘢。咁其實唔同嘅商場入邊都有唔同嘅限制。咁我想講咧就係商場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公共或者社會事情發生嘅空間，但係其實都係私人擁有嘅。咁而呢一樣嘢係會製造到好多問題出嚟，因為以你睇翻嗰啲新市鎮或者新區起嘅商場，其實你有經過商場先可以翻到屋企，即係你生活側邊嘅地方其實係私人擁有嘅，但係你就喺日常生活當中咧就係成日經過。咁我覺得呢個係都幾影響呢個城市嘅發展同埋啲人對呢個城市嘅評判。咁講時即係。咁因為時代廣場同埋另一單，我唔好記得咩名，引發咗公共空間嘅爭議之後咧，咁全港嘅私人擁有嘅業權附近或者喺入邊嘅公共空間咧，其實都會寫翻邊啲地方係一個休憩同一個公共嘅空間嘅。咁呢個係喺全新天地嗰度影嘅。咁全新天地其實同埋旺角嘅朗豪坊都係市區重建局嘅計劃。咁旺角嘅朗豪坊係一個好出名嘅市區重建計劃，咁佢係一個公營同
私人機構合作建設的一個社區啦。佢歷時咗超過十年，咁係大大改變咗旺角呢一區嘅人嘅生活同埋佢嘅城市嘅結構。咁呢一兩張係未起落光之前同埋佢拆曬啲樓嘅相嚟嘅。咁好清楚睇到，未起落光之前咧，砵蘭街係好多招牌同埋好多比較基層會消費嘅地方啦。咁起完之後就令到啲區市新化咗，同埋會影響咗個城市景觀，即係最明顯就係影響咗個城市景觀，同埋會令到嗰區去嘅人嘅消費群。咁首先之前講過商場係一個內向型嘅空間，咁佢將啲鋪頭或者消費的地方向入住入邊，咁其實對出邊都有影響嘅。即係例如廣豪坊為例，其實佢對住街景係同好大冇，佢唔需要回應任何即係城市嘅出邊嘅景觀啦。其實咁呢一樣嘢，如果每一個區域或者好多商場都係咁起咧，其實係會令到條街嘅生活係減少同埋更加冷清。呢個係全旺角朗豪坊嘅一張剖面圖啦。咁見到佢其實都係一個垂直發展嘅商場，佢係嘗試引導啲人走去更高。咁佢用嘅其中一個辦法就係，除咗將個戲院擺喺高層之外咧，佢就製造咗好長嘅電梯嚟運送啲人上。